我是你们最重要的朋友小鱼姐姐。今天萨拉曼德拉做了很多坏事，会被奥特曼抓到吗？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吧。老大老大，我来向你汇报工作了。好吧，说说你今天都干什么了。今天收获还不错，我偷了李二婶家的鸡，王大妈家的羊，欺负哭了佩奇和乔治，把蒙蒂朵朵家的鸡窝给拆了，还有我把好了别说了。怎么了老大，还有很多呢，你天天就干这些鸡毛蒜皮的事吗？怎么了，搞这些破坏已经很不容易了，被奥特曼逮到可是一顿毒打呢。老大，你今天都干什么了？我今天什么都没干，还被捷德奥特曼碰见了，我遭了一顿毒打，打得我好疼啊，我好伤心呀，我老大的威望就这么没了。老大，你没事吧？你别伤心。没事，老大，我哄哄你。老大乖，老大别哭了，老大消消气。你真的没事吗？我真的没事，真的没事吗？我没事，你瞎呀？老大，不是应该说我聋吗？你踩我脚了。哎呀，老大，不好意思。老大，你就以后别干大的坏事，就干小的坏事，这样奥特曼就不会发现了。比如说，正二娘家的驴快下小驴了，所以明天咱们去偷吧。你个没出息的，就会干这点小事儿。老大，小事儿才不会被奥特曼发现的。谁说我们不会发现的？哎，老大，你听见有谁在说话吗？是你在说吗？不是我，是我，萨拉曼德拉。你最近干的坏事不少呀。萨拉曼德拉，你不说他不会发现吗？我本以为不会发现。你们俩在说什么呢？我在说不管我的事儿，不是我让他干的。那个，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最近我可老实了。是，我最近确实没发现你干什么坏事。好了，那咱们以后再聚，我先走了。喂，老大，你等等我呀。喂，我让你走了吗？那个捷德奥特曼，我也没干什么大的坏事啊。你是没干大的坏事，但是你小的坏事干的可不少呀。蒙鸡朵朵家的鸡圈是你拆的吗？那个王大妈家的东西，李大妈家的东西啊，你怎么都知道？这点小东西你也计较呀？只要做了坏事，我都会发现，接受惩罚吧。捷德毁灭暴力啊，以后一点坏事都不做了，这么小都被发现了，知道就好。以后让我再发现你做坏事，你给我等着。不跟你说了，明天郑大妈家下小驴，我要去看看。哎呀，明天的计划也泡汤了。当当，这个就是刚才小鱼姐姐说的这套玩具了，里面有赛罗奥特曼、捷德奥特曼的好友形态捷德奥特曼，还有贝利亚，最后呢是钢人形态，上面还有五个能量胶囊，让我们一起打开它看一看吧。当当，这个就是我们所有的奥特曼了。这个是我们的赛罗奥特曼，他的手臂和脚都是可以动的哦。赛罗头上呢是他的头标，所以他的绝招是赛罗十字头标。这个呢就是我们的捷德奥特曼了，红黑色的条纹相间，非常的帅气。这个是原始形态的捷德奥特曼，捷德奥特曼的绝招是十字冲击波和毁灭爆裂。守护吧希望好友形态，对了，这个就是我们的好友形态了，上面呢有两个尖尖的犄角，非常的帅气。
那豪让形态的绝招呢，是强力爆裂光线。燃烧吧勇气，这个呢就是我们的钢燃形态，它的右手呢可以发出布鲁斯特冲击光线，红色的身体是非常的帅的。当当，这个呢是里面唯一的坏人，就是我们的极恶菲利亚。你们知道有一个小秘密，菲利亚可是杰德的父亲，他们两个是不是长得非常的像呢？当当，这个呢是他们的变身胶囊，我们拿出来一个看一看。变身胶囊的这里有一个小按钮，把它推上去，这里就会出现一个小光圈，非常的神奇。那现在我们就要看一看正义的奥特曼和邪恶的贝利亚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吧。 Let's go。 哎，这些奥特曼真的像胶皮糖一样甩都甩不掉，一直跟着我真是烦。贝利亚，看你往哪里逃。我不想逃，我就想问问你能不能别追我。不追你怎么行？不把你缉拿归案，我们是不会罢休的。你们像胶皮糖一样天天追着我，烦都烦死了。你嫌烦就别做坏事。不做坏事怎么可能？不做坏事我就不是邪恶的贝利亚了。那就别怪我们天天跟着你了，今天你是逃不掉的。看我的杰德毁灭暴力。杰德，你还挺厉害嘛！看我的，贝利亚巨型死亡光刃！啊！再吃我一招，杰德十字光线！啊！不行，这个力量太弱了！看我的，变身贝利亚极恶形态！居然是贝利亚极恶形态！哈哈，怕了吧？这一次又无法让你们实现抓我的愿望了，哈哈哈哈！就你会变身吗？谁不会呀？看我的，燃烧吧勇气，高燃形态！哟，我变身你也变身，别学我。谁学你了？要说变身，我可是元祖。看我的吧，布鲁斯特冲击光线！我就不信了，我贝利亚还打不过你！极恶冲击波，哇，还是很强大嘛！那就再让你看看，我豪勇形态，守护吧希望，豪勇形态！喂，你怎么又变身了？你是来打架的，还是变戏法啊？你管我呢，只要能打败你就行了。强力爆裂光线，啊！哈哈，还是我杰德厉害。喂，杰德老弟，抓到贝利亚了吗？嘿嘿，我把他打得落花流水，被我打飞了。喂，咱们是来抓他的，你把他打飞了，咱们怎么抓他？哎呀，一时打得有点激烈，忘了忘了，走走走，快去找他。哎，怎么说你呀？当当，这个就是刚才小鱼姐姐说的这套玩具了，里面有赛罗奥特曼、杰德奥特曼的豪勇形态杰德奥特曼，还有贝利亚，最后呢是钢燃形态，上面还有五个能量胶囊，让我们一起打开它看一看吧。当当，这个就是我们所有的奥特曼了。这个是我们的赛罗奥特曼，他的手臂和脚都是可以动的哦。赛罗头上呢是他的头标，所以他的绝招是赛罗十字头标。这个呢就是我们的杰德奥特曼了，红黑色的条纹相间，非常的帅气。这个是原始形态的杰德奥特曼，杰德奥特曼的绝招是十字冲击波和毁灭爆裂。守护吧希望，豪勇形态。对了，这个就是我们的豪勇形态了，上面呢有两个尖尖的犄角，非常的帅气。那豪勇形态的绝招呢是强力爆裂光线。燃烧吧勇气，这个呢就
是我们的刚韧形态。他的右手呢，可以发出布鲁斯特冲击光线。红色的身体是非常的帅的。当当，这个呢是里面唯一的坏人，就是我们的极恶贝利亚。你们知道有一个小秘密，贝利亚可是杰德的父亲，他们两个是不是长得非常的像呢？当当，这个呢是他们的变身胶囊，我们拿出来一个看一看。变身胶囊的这里有一个小按钮，把它推上去，这里就会出现一个小光圈，非常的神奇。那现在我们就要看一看正义的奥特曼和邪恶的贝利亚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吧。 Let's go。 喂喂，杰德老弟，地球上的人都说我才是咱们光之国最厉害的人，你觉得呢？我觉得你别吹牛了，我可是比你更先进的奥特曼，我可是杰德奥特曼呀，当然我比你厉害了。你才别吹牛了，我赛罗才是最厉害的，在这儿说来说去的没意思，咱俩比比吧，你看我的，我可是会劈叉的。嘿，哈哈，厉害吧。我觉得你不应该成为奥特曼救死扶伤，你应该去杂耍团呀。切，你不会就别说风凉话。谁说我不会呀，给你劈一个看看，劈叉。姐姐，不光你会，谁不会呀，弄这雕虫小技。你那你说你会什么是我不会的吗？来来来，咱们站起来说。好吧，这样也确实挺累的。快说说，杰德老弟，你都会什么是我不会的？嘿嘿，这个好说，我可是会变身的，变身胶囊现身。切，谁不会呀，你变给我看看，看看有多厉害。变就变，燃烧吧勇气，刚燃形态变。叮叮叮，嘿嘿，怎么样怎么样，我这个形态帅气吧？你还别说，是挺帅的，快快快，还有什么形态变给我看看。看我的吧，守护吧，希望。叮叮叮，好勇形态。兄弟怎么样？哎呀，你还别说，真不错。你还有最后一颗胶囊，是什么形态呀？我变了，你就知道了。改变吧，命运，尊皇形态。叮叮叮，哇，杰德老弟，你太帅了。赛罗老兄，现在该你了。哎呀，今天要不是我没带变身胶囊，我就给你变一个看看了。你这丢三落四的性格，变身胶囊都能落在家里，这要是来坏蛋了，我看你怎么办。喂喂喂，我好歹是你老兄，别教训我。喂喂喂，赛罗，我刚才可是听见他说你了，用不用我帮你打他呀？极恶贝利亚，你来这儿做什么？当然是帮你了，帮你打赛罗，不用怕，有我呢。呦呦呦，极恶贝利亚，你倒是挺好心的嘛，还帮杰德打我。必须的，我可是他的父亲。我才没你这样的父亲。赛罗，你说咱俩能打败贝利亚吗？试试呗，没试过谁知道呢。你们想干嘛？当然是打你了。奥特曼杰德，奥特曼赛罗合体啊！杰德，果然咱俩合作才是宇宙无敌呀。必须的，合作力量大，一加一大于二嘛。小朋友们，这个玩具是不是很好玩呢？如果你们喜欢的话，就在评论里留言告诉我吧。好了，小朋友们，今天的玩具故事就到这里了，喜欢的话订阅点赞吧，拜拜。